坐下。咱们先来。咱们先来一圈口令的，然后再看动作的啊。先是只有口令，然后是只有动作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先起来啊，坐下，趴下，好，一步过关啊。然后我们重新来，没有口令了，这次只有动作啊。你先起来，好，真棒。看我们小爱成功毕业了两门课，然后我们再学一个握手，好不好？我们首先试一下左手，好不好？坐下，好，左手，左手，好，然后坐下，右手，哎，左手，左手，哎。别扒拉我手，没用，我让你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哎，你好，你这边。